好，我们第四个叫朋友来，我相信是的。咱今麦都等下第三段游玩，跟咱啊弥勒佛哈，咱过来啊讲一挂这个啊，跟咱切身有关的代志啦。大项拢足重要诶，啊，唔知啊，落几百项，唔知要为倒开始讲起安尼啊，手摸诶安尼啦啦。出这个也养，出那个也养，对吧？唔知要为倒先讲哦，啊，毋过即只这足重要。我相信讲，你若讲有爱台湾的，佮有一点啊淡薄啊，这个政治的这个意识的人吼，会看足用心的。人讲新官上任，他身头三把火啦，新官上任三把火啦，北京话在讲的吼。咱的新官上任吼，不敢无火哦，拢一拍一拍的花去。啊，有迄啰讲要派去这个新加坡的迄啰啊，七十外岁啊，佮家己赛车佮来。吃酒醉来塞车安尼，好啊！即马佫吐一个起来，讲啊，佫讲诶郭正亮啦，讲哈，人二十几个都讲叫伊袂使做，啊，伊六十几个讲啊，伊会使地步升起来，啊，到底这是安怎？看出来讲哦，这新的这个蔡政府哦，应该讲哦，咱只个社会人士哦，咱唔通佫定点点讲，咱都。啊，新人嘛，咱都给伊一段时间啦。啊，你三个月若无做出淡薄仔臭破味啊出来吼，人硬来你看到头，讲这囡仔看三岁啦。啊，这囡仔若三岁，什么样想，大汉差不多就是安尼啦，是不是安尼？明仔在拜五有台湾国的这个组织要去总统府上这个望远镜。啊，加这个助听器，助听器，老人的迄落，嘿，助听器啦吼。哦，这个蔡英文，好、哦，我相信这应该讲是本土的社团已经真无奈啊，伊才会做出这个动作吼、哦。嗯，那是讲，咱台湾人吼，长久拢去中国国民党的洗脑教育吼，啊，拢错误一个观念，从选一个总统都爱外交，都外交的吼。啊，其实我定来讲，总统唔免外交啦，会晓用人就好啊啦。啊，会晓判断是非，嗯，安尼就好啊。你像江春南这个代志嘛吼，嗯，你讲像第一时间，因为酒驾是零容忍嘛，大家拢知影嘛、啊啊。我相信总统也知影啦、啊。总统敢唔知影讲酒驾是零容忍？你讲想主持人，你讲想、嗯，第一时间听到讲这个要派去新加坡做代表的这个江春南有酒驾，第一时间就发表讲这两不相认，加分。嗯唔知道要加一偌济分，嗯，无得算哦，哦，你就安尼搬连续剧，搬一礼拜，嗯，减分啦，嗯，啊，这拢一念之间了，尔嘛，对啊，你随时都，伊都啊，袂使，因为咱拢有迄款的迄落幻想啊，唔是幻想，话妄加啦，想讲哦，咱只派出去新加坡迄拿酒驾的，拢用迄落烤汤条拍个遐，用皮皮在撕的哈，哎呀，咱。所称的中华民国派出去的外交官，一个七十几岁阿公啊，嘛是趴在遐，互人摔脚床，吼、哦，迄是怎样？不能容忍呐、啊，迄、那个画面呐、啊。我要讲的重点是讲，一个是加分，一个是减分、嗯，啊，这种一念之间会当解决的哦，一念之间会当解决。从第一时间，那马上发总统出来发表声明，讲啊，这个有酒驾，这个问题吼、哦，这已经无涉及吗？这是非分明嘛？对，人民给你拍破啊！啊，你都唔是？伊就放落迄啰单位成节目，五几礼拜啊，大家听啊。犹豫不管嘛，犹豫不管，结果呢，半年续交嘛，半年续交，结果呢，你嘛是无排期啊，啊，这号码甲要死个，啊，这个伤心啊嘛，这个牵涉到地上的问题啊嘛，所以一个国家的这总统唔免外交啦，是非拿捏爱清楚安尼就好啦。对不、嗯？啊，你即马江春南无去，啊，换一个伊你个地步，伊个顾立雄过去做这个专营政治处理东山的委员会主任委员嘛吼、哦。啊，即马爱地步咧，啊地步，啊你过去地步一个0.6，诶郭正亮，嗯，啊你这个莫怪人甲你笑讲饮酒进无当，困倒救台湾啦、啊，对不对？因为这嘛是酒驾零容忍嘛，对啊，不管你有千百篇的理由，讲你要去推动这款反酒驾，迄拢是口头上你讲的尔啦。但是这是一个涉嫌着这国家的是非，一个法律的尺度的问题呢，对不？这酒驾已经是台湾全台湾人的共识啊，全民共识啊啦，对啊。
啊，这边安尼，到即马还佫还佫无人，还佫无人发表关反对的声音呢。啊，那是讲我啦，我今日我啦，我的账号牛啊，0.064，啊，警察也要甲我开单，你甲我讲诶。啊，迄、那个郭正亮的，伊0.064的，咱去做大官，啊，你哪会要甲我开单，要甲我发？袂啊，所以讲吼，这是非吼，一定爱足清楚啦。台湾人吼，包括这个真济民进党的党员吼，中正党员，真济拢是受到国民党长期洗脑的教育嘛。啊，所以真济代志吼，犹豫不决啦。啊，犹豫不决吼，本来对加分，啊，武连续局武到尾啊，啊变减分嘛。啊，就要等人家骂到臭头，骂到无话好骂了，才讲啊好。所以我常在讲讲，那牵涉到国家的公共事务的是非。第一时间就要做决定啊！吼、哦，可比讲过去连续局是你唔能演吼、哦嗯，可比过去黄显祖甲王小婵，吼、第一时间都讲无啊，伊就这无啊，这个无，到尾也就传播出来开记者会，吼、钟浩然嘛是嘛，吼、钟浩然嘛是哦，第一时间甲王小婵伊都嘛是这无嘛，啊，到尾也来有，吼、啊，郭有生。伊管违格，他这时间嘛讲认着人，啊，对啊，嘛是拖因某出来。所以，那演连续剧的吼，无甲一个成功啦。演连续剧啦吼。啊，演连续剧的就啥，迄拢是挤牙膏啦。人啊，牙膏挤偌济，啊，就承认个到位啊。无啊多反驳的时阵，无啊多孝敬时阵，啊，就承认。啊，从机会到拢共款。啊，毋过，迄啰玉琴仔来讲，你拄则咧讲啊，讲吴玉生去维格啦，啥迄王小才，迄拢私人领域的哦。迄无讲盖公家领域，但是你政府的政策，你要派任这个人是要重用，是要管理咱众人之事的这个官，因讲的官员也好啦，什么话个赋予权力给他，你哪会使安尼？不啦，我是引用迄个例啦。无啦，我就讲，嘿啦，真系袂使安尼啦。一件公共事务的是非问题，第一时间就要做决定啊。对啊，第一时间吼，第一时间做决定啦，决啦做对的决定是加非常加分，我相信民调会马上浮起来。对，有无？伊出门咧，军调是啊，所以第一时间伊若发表，第一时间若讲迄个江春南酒驾，第一时间总统如发表下面讲这个人无责任，伊的民调绝对扑起，你也实在是来歹信，对无？啊，你郭正亮的代志嘛，赶快啦啊！这无责任，包因为这伊有酒驾的记录嘛，啊，而且搁再关这个江春南关两杯的滴嘛吼。你面条未起来，我才靠你牵啦。对啊。啊，你就是咧果断。啊，甲进阿哥无解决呢，甲进阿哥，阿哥在等人呢，过每一礼拜。对。你搁予遐个迄落，遐个即落收钱的名嘴哦，去领通告费，领的安尼。对。啊，你才要用。啊，每一礼拜了，再搁减分嘛。哈。啊，你讲真正有弟兄，我着敢有智慧，我是真怀疑，老实讲个啊。哦。所以咱拢就吞论啊，唔忙。像司法院院长跟副院长已经差遐久啊，对啊，你看即卖总统府拢无表态，嘿，吼、哦，啊你若反，你若要继续，要继续用社文件，要继续用林金峰，赶紧嘛，四年后人弄的选票证明给你看嘛。因为这哦，这不是讲哦，人怀疑啊，乱的林金峰伊的迄落犯罪事实。对嘛，明确呢，社会讨论噶吼，啊，过来，贾文丁伊对这个为迄个什么柯信良的迄落中立事件，安尼一路行来，看伊做偌济这落违法的代志，这落吞打台湾人的代志，啊，安尼讲甲伊，啊，这个是在玩哪一招啊？不，因为这两个人是当时东正者的加害者。对，啊，这政府拢较明确，系啊，啊，你踹门唔免做决定，对不？啊，佫继续要安尼，你天性，留来，互人来改练啊。安尼，你就继续，你继续安尼，继续行这个路，要紧啦。嗯。因为这民间的民意的反弹已经遐强烈啦，啊，你唔听袂落，我听袂落，人就四年后王选票佮你证明嘛。嗯。啊，你安尼嘛，这摆选民就是足诚实的啦。伊经过政党四摆轮替了后吼，老实讲，台湾人已经也无麻痹啊啦。是非，大家要找是非回来嘛，大家要从良知找倒回来嘛，大家都是要怎爱以公平正义嘛。啊，你结果你有机会去展现公平正义的力量，你结果拢甲忽视，
啊，你免哪有可能有民调啦？对啊，所以讲这个新的这个政府，我希望讲咱今仔公车的，咱拢家伊的迄落痛的所在拢家点出来啊。吼啊，迄落讲啊，这安怎讲？伊就是台湾人一票一票家算出来，啊，算出来就是讲转型正义，希望讲伊会做到投票好伊。对嘛？啊，你运用的人就是遐六个说过，伊是要安怎替你达成迄个转型正义啊？对啦，就是讲，我请问你嘛吼。嗯都江春南事件第一时间，新闻出来是第一时间，总统随发表声明，讲这个人已经无适应。你想加分会加出结婚无？对啊对啊。民调起来无？民系啊，一定起来嘛。对啊，哦，明快的解决。对不？这人人民都马上哦，你我选对人。我选一个真正有是非的政府嘛。对不？啊，郭正亮的代志，你第一时间就讲民进。总统府也好啦，还是讲民进党中央部也好，还是讲有人出来讲，这款人是无涉及的，因为伊有这证据、有这记录。你民调袂起来吗？是啊，无迄个代志啦。啊，奇怪，你讲零点几的会使，啊加三倍讲袂使，啊你安尼，你伫个郭正亮甲丁川两个人是要安那雷伊迄落。啊，你司法院的院长甲副院长已经有遮济学者。包括屈海元，包括严爵安，包括这民间的这款推动人权工作的人，已经入去到总统府，给你说明啊。啊，你唔过唔做决定，啊，你民调民讲嘛未起来。上好个对不？迄落马九趴变成蔡九趴。对啊。哎，真紧的安尼。真紧的安尼嘛。系啊。这其实就是啊，其实就是。有替人民设想，甲无替人民设想嘛。你为了一个个人的利益。啊！你来给2300万人家质疑，啊！你敢真正有地位？对对对。哦，这足简单，伊讲民调未悬，啊，民调未悬，就是你在哪会悬才怪？对嘛？太奇怪嘞，安尼。啊，所以讲哦，咱当然唔嘛讲伊会当好好啊做啦吼，因为689万安尼，这人家啦，这人对你的期待，啊，结果看你即阵即几个月，看你这个三个月来的表现吼，完了缩缩啊，八日的表现，三个月回来吼，完了迄个三把火，不要说三把火，连一把火都没有烧出来啦。所以咱也是对啊，对是非也是爱讲啦，对甲唔对拢爱讲啦吼，因为六亲不认，政治上未使有六亲。对对对，啊，你若讲啊，都咱另赢的，啊，咱都台派的吼，袂当批评吼，迄唔对啦，唔对啦，好应该爱批评。你想，然后生子也造生囝不好，咱庆幸伊，伊有毛病的时阵，咱无甲伊适当的时机甲提出来，甲伊检讨。啊，后边了讲，啊，我也知，啊，你若无，你若点点点啊，好安尼，好，咱都有罪啊，对吧？啊，咱若无讲吼，咱嘛有共犯的嫌疑咧。对对对，啊，咱若提出来讲，伊若唔听袂落去，是啊，迄个因兜的代志啊，对啦。啊，咱你望讲后礼拜吼，因为咱要讲的实在太侪，一礼拜一遍。啊，今仔日数数啊，点出几行啊，安尼就好哈。下礼拜咱搁同款拜师嘛哈。好，就多谢。嘿，啊，祝大家阖家平安，身体健康，就多谢。